香港嘅朋友，如果你哋咧都想食好好味嘅海鮮粥嘅話，可以嚟到台中，除咗睇波之外，都可以嚟食海鮮粥噶。安哥哥，然後把這個轉過去，我要開螃蟹喽！我要開螃蟹喽！稍微把螃蟹再立起來一點點。好，來慢慢拿。哇！这么高级的软饭啊！我吃一辈子我都愿意。我也是，我要吃一辈子的软饭。台中小导游嘛，小导游，这个李怡姐，这个敬老，还有这个给你哈，这碗比较贵，对，这碗是最贵的吗？对，这碗是799。老板怎么会想说要把整只放下去？对啊，以往我们吃这个海鲜粥的话，我们可能到一般的砂锅粥店。那其实都要3个人、4个人、5个人，甚至更多人比较好点餐。对，没朋友怎么办？像你，可怜呐，没朋友哎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吃过什么螃蟹粥、砂锅粥，对，是连揪不到人呐。对啊，我整个冬天我连姜母鸭都一个人去吃。但是你这边对边缘人或单身很友善。对，尤其我们做到宵夜的时间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外景很晚收，对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哎，我想吃个龙虾，那我哪里有龙虾？这里有，就在台中，好不好？单身的人可以来吃啊！我还要驱车下来，好鲜哦！真的是海鲜粥哎，它是龙虾是有跟这个粥是一起煮的，对不对？那些鲜味。因为它的所有的那个鲜味、海味都已经跟那个饭粒、跟粥的汤全部融在一起了，一吃进去，我就是小美，你就是阿德勒斯，你要开始唱歌了，阿德勒斯，塞巴斯丁。我教你怎么样让自己个人镜头会更多，摄影师会更爱你。来，你要说摄影哥哥，讲摄影哥哥，然后把这个转过去，我要开螃蟹喽，我要开螃蟹喽，稍微把螃蟹再立起来一点点。好，来慢慢拿。哇，好多肉！戴着口罩我都看得到你的笑了。对呀，你在干嘛？笑什么开心？我教的，我教的。爱你，因为他带到的时候，他等下就不用补拍，就会觉得小迪上道，专业。原来我不会跟陈志雅讲的，好，不要跟他讲，我没讲过他。我这里有一个爆蛋红鲟，哇，你看看，老板也是帮你处理好了，直接剥开，你看哦。Oh my god！ 哦，摄影哥哥讨厌你哦，摄影哥哥你。喜欢吗？哎，没有人点镜头，没有人甩手，他就甩手，没有人点镜头哎。他的卵，他的爆蛋，而且他给4个，4个，吃好吃嘛？我等下分你们，真的耶！所以这两个不一样，你喜欢吃蛋的话，就可以点红鲟；对，如果你想要吃肉比较多的话，就点花蟹。对，太专业了，哎，真的是。照顾了很多族群呢，所以来台中的话，你想要吃点海鲜，对不对？又不想就是边缘人跟我一样没有朋友，你就可以来吃这个。对呀，造福爱吃海鲜的朋友，对，国外的朋友也可以啊。对，就是香港的旅客来这边也可以吃。哎，那既然这样子，就是香港的朋友也可以来这里吃海鲜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用广东话叫请香港的朋友来台中吃海鲜粥。好，香港的朋友，如果你哋咧都想食好好味嘅海鲜粥嘅话，可以嚟到台中，除咗睇波之外，都可以嚟食海鲜粥噶。哇，好好听啊！那我们可以试试吗？可以啊。老板，我要一点点洛神花萝卜，是吗？这个是火龙果的。火龙果萝卜。这是天然的哦，对，感觉很好吃哎，我想分一口，分一口，有点酸，超级开胃的，因为它有加梅子，对对对，好喜欢哦，嗯，然后这个酸酸甜，这个也不错，哪个？百香果，这个是百香果，百香果我也很喜欢，我也是，这种也是小菜经典，超级开胃，然后又可以清掉舌头上的一些味道，这个颜色也像开胃菜，对，嗯，它没有。
火龙果萝卜的酸度这么强烈，它比较甜一点，比较甜一点。所以老板，你们算是餐厅或什么都会来批这些东西？哦，对。所以我们可能他会在外面的餐厅吃到的是你腌制的。有吃过台铁便当吗？有。对，台铁便当就是我们的。真的？很厉害耶！所以你会是一家子哎。嗯。那我刚刚上面看到有很多那个酱瓜，酱瓜，我们早上吃的。那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对，有我那个我太太帮你们准备那个瓜仔肉饭，帮你们煮好了。瓜仔肉饭，哇，瓜仔肉饭的。表妹以前小时候很爱吃那个方形的吗？哎，有啊，可是刚刚卖完这里。啊，马上去拿。那个纸还可以这样子超出量。你要等我一下吗？在说什么？等吗？等我。那个超好吃的。马上去拿给你。小心小心，它变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我每次我会变出来。来从肉松店，我心心念念就是吃。最喜欢这个对吗？啊，真的。就是这个。哎，这个也是我的童年呢，其实。大家童年都一样。对。跟小迪好近哦。34岁，我们童年有一样吗？因为这个我平常就是我们会带一些零食回学校，然后就一颗可以吃很久，因为它就是有那个汁嘛，就是你跟那个口水混合在一起之后，你一直吃一直吃还是会有味道，而且越嚼越香。对，而且它会有一点卡那个牙缝，你就会一直去点那个牙缝，然后会很用力这样。对，它可以撑一节课哎。对，那个牙缝卡的，然后一直舔一直舔那个牙缝，听起来有点微不卫生哎。那你们也会这样吗？这样？啊，我反而不会这样耶，我不知道可以这样玩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对，它怎么搓一搓会变透明？我们小时候就要这样搓，然后把它搓在纸上面，对不对？嗯、亮亮的纸变亮的，锵锵锵锵，对，透明的。因为小时候女生又很喜欢那种金粉银粉，对，我们就会把这个收集起来。小时候比较穷啊，要有一些亮片在脸上，都有。有这个红红的颜色，这是草莓草莓酱吗？可是草莓酱怎么好像颜色又太没有果肉的草莓？番茄酱，是不是很像番茄？番茄酱啊。那这个草莓欧蕾里面该不会也有吧？其实它就是辣椒酱咖啡，对，里面的是辣椒酱。对，这不是草莓咖啡哦。没，这个耶，这不是少女的颜色。其实辣椒酱都可以适可而止。哎，我刚刚说错了，这个是少女的颜色啦。吃炒面要加辣椒酱，哎，我们喝咖啡也要加辣椒酱。炒面跟喝咖啡到底有什么关系？都在市场，很硬凑，太硬。我们在市场也有喝咖啡啊，是这样没错，但是不需要什么都加到辣椒。但是这样的加法真的很特别，真的，而且确定，确定，而且这个真的很好喝。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辣椒酱，对，因为怕它多辣呀。对，我爱的那种咸辣咸辣，它就是甜甜辣酱的甜辣酱。你自己也是甜辣甜辣的啊？对对对，有嘞有嘞，对对对，就符合各位这个辣妹的，甜甜辣辣的。哎呦，那我就加个这样好。没有，我们一般这个是全部是全部加进去才是我们。那你还知道我们自己的比例？哎，没有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的比例，你可以的比例，对啊，你可以用你的比例。好，你这样会不会太少了？香港人，哎，香港人支持一下台中。对，就是这样的，来给你管到底。你没有加干净，你没有办法说你是中心雄心，对，很难，你就没有台中味了，就没有台中味。违和吗？嗯，那个辣椒因为它是有重量的，所以它其实都沉淀在下面。在下面。然后你喝下去，的确一开始就是拿铁的味道，然后尾韵就是一个突然辣扑出来，就哇这样。它等一下就是那个辣味会是在你的喉咙这个的左右范围出来。哦，有哎。就在大概大致上这个位置。哪有？那因为它很支持台中，你。我也很支持，因为到完啊。味道啊，不到完它不能加入中心兄弟。我在挑啦啦队的时候，你还不要跟妈妈砸扣嘞，砸扣嘞啊！不然你看起来跟他年纪不是一样吗？哦，你真的很会讲话呢。你是说我像四十岁吗？哇，过分，好过分啊！辣椒酱的味道不见了，你有一种。拿铁加一点点糖的感觉，它就有点甜辣酱的那个方式。然后你吞下去之后，
它也不是辣感，你会觉得舌头后方有一点点微微的暖感。因为老板知道我是乐天的，他也很希望我可以来台中发展，他就招待了我们吃。对对对，欸，那个老板有招待哦，招待我。这家吐司我们也是放这个 N 墙。对，而且它我看到里面应该是有点花生粉，对，要加花生粉啊 ，N 水啊，花生粉 N 水都在里面。对，我觉得辣椒酱的味道加在这里面就突然变得很强烈，加到咖啡里面可能被咖啡的被消淡了。对。